心泪先求你的银川花梦一夜温殿康熙高雅宴随风天仙充满一挂的红梦我是心明观有地高花不落蓝霞听见给
Thank you.
Thank you.
完全拢无留念，老实讲，因的这个风范吼，
咱拢真正甲学落。啊，今仔日互大家看诶，是要进入即个台湾诶山脉甲海脉。你若无山脉，你就无海脉。即摆天气开始冷啊，交秋以后，台湾进入干季。即个干季，互你诶皮肤暗时啊会特别痒。所以最近真侪人找中医师要治迄个，说尿甲一只那暗凉的吼，因为你若皮肤加袂使，会冷哦，三四点以后真正会冷。啊，加落去烧的时阵，微血管你控着，上卡呢吼，愈尿愈煞痒。结果这是叫做台湾痒，台湾痒就是季节来造成的。你若无这个季节的变化，台湾永远是沙漠，台湾是沙漠。你想讲会安那呢？啊，咱来，哇，这青翠的山遮多。你先把地图吼变起来，啊，你若地球仪搁较简单，你甲设一个，甲台湾平平同样纬度的，北纬21度甲25度，拢是沙漠。譬如讲，迄个说阿拉伯大公国东，啊，搁迄个做啥物？以埃及啦、利比亚啦。这拢是甲台湾同款的纬度，啊，这个所在若毋是出石油哦，伊迄款沙漠的所在，送甲贵两百俩。但是伊奈甲台湾同款是沙漠，咱台湾嘛沙漠，啊奈无看到沙漠呢吼，因为咱的纬度来到遮，搁伫造山运动，逼逼逼逼，甲台湾切换，所以咱有足远足远的山。比日本较悬，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虽然有富士山呢，但是看到台湾的新高山，哦，迄实在伊嘛会感觉着太伟大了。啊，因为台湾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山脉，请问有几座？现在有100，登百岳对吧？错，不够，250还不够。好了，告诉你，268。一六发不就香港人吼，就爱一六发了。你给我加100座，268就是超过3000公尺。你刚才看这图，你看到讲，安尼做一座一座，迄个山脉吼，有诶也无名哦。啊，你若爬去顶头，你甲插你耳啊，啊无你诶名，啊搁真侪。哦，啊我即摆要互咱知讲，日本人看到台湾诶玉山珠峰是。2900多少？哦，有人讲2997，啊，你这老乌啊！甲我同款，我细汉向教的啊。即摆卫星测量才是3952，哦，2950，啊嘛已经超过日本的富士山啦。所以你有知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感觉讲，哦，这所在绝对好，人伊展开调查，哦，伊人家具即款的。考古学啦吼，拢总个台湾的山脉吼，调查较足清楚。咱家己领导同样说，日本无来进前的迄款过去强国路吼，强国路来，迄时阵无要甲你囥遮做伊要紧的所在啦，迄是要来遮吼，3年半两年半对哇，两年就要太半就要转去啊。这是一个无人咧住的所在啦。台湾吼，伊敢若甲你画安尼一半这边有人，啊，我拄仔坐伫。原住民阿弥牧师的边好，人安尼，敢若拄仔咧好吼唱歌，迄歌声出来我就知，啊对啦，这就是台湾的歌声，无同啦，足自然的。啊，这人伫过去大清帝国、大明帝国是无人的，伊敢若咱西平遮话有，啊，迄边拢唔少做人，奇怪到即款代志吼。啊，好，咱即摆看这个山，伊是造山运动来造成的，要紧的就是遮。6500万年前，遐阵恐龙已经绝迹。你爱知影哦，恐龙是伫1亿年前才有恐龙，啊，伊骨头挖出来，碳十四同位素来鉴定，知影讲，啊，这是真的故事，是咱离咱太远，咱未了解尔。遐阵还无台湾呢，遐阵台湾伫海底了，伫南岛，伫印尼的海底，但是拄到足大足大的地震啊！6500万年前，大地震中间，台湾才小可浮起来。你看，台湾，安尼海平面伫遮啦，
但是无稳，因为这抓出来，这就是岩浆。岩浆甲咱造成台湾的花莲这边吼，秀姑峦溪的这边是大理石，哦，也是直接对岩浆出来凝固。啊，这个、中间这边拢是砂岩，对登江黄河那边的沙吼冲来，但是嘛，伫做山运动，欠款真达欠五百万年前第一次做山运动，和台湾伫南岛大概南回归线吼，印尼迄个所在，啊，既然有做山运动，就爱定定地震。第一次是3500万年前，搁大地震，甲台湾咔一个一声，冲来到这个所在，叫做南回归线。哦，迄个时阵你看，这个玉山啊、大雪山这个形成啊吼，但是还搁伫海平面下面，伊浮咧、沉咧、浮咧、沉咧。第三界越过赤道。恰到过来这边，是伫600万年前，台湾山较固定啊，哦，即马固定到，互你足清楚看到小姑峦溪伫遮，哦，啊，即款的形成也无够稳定。上帝可以伫个200万年前，200万年前就是人类拄拄啊形成，迄、那个生物上，即拢鉴定得出来吼。哦迄个时阵，台湾我啪一下摔来到北纬21度到25度，所以才变作遮水的台湾。啊，遮水台湾偏偏伫沙漠地带，啊，沙漠地带要怎生存？上帝赏赐啥？风台。阿扁头一届做总统的时候，恁会记无？阿扁袂晓，走去新光庙，因为迄年拄啊旱灾，啊，伫新光庙遐咧求啦，天公啊，你也予台湾吼落雨，啊你无予台湾有风台哦，我跳一下嘛分哩。啊你若无风台，哪有迄个大雨？袂使啦。啊加上伊迄乌白球的五常规甲答应吼，上帝赏赐的风台照常来，冲落去。台湾一年有120个的风台，无一定例外，注定无半个例外对。但是伊的云雨包弄着台湾的悬山，超过3000公尺的冷。伊个顶头足冷个，变作磅礴大雨，甲台湾沙漠人甲变作绿洲啦 ，Formosa， 美丽岛就是安尼来。你有够水啦！你变哪去想象一个沙漠？大家拢沙漠是敢若出台湾是一个绿洲，啊，树啊，哦，迄讲袂了。你即摆敢若看到阿里山的神木，敢若看到Hinoki甲美丽去，迄是差不多50公尺高。大小鬼湖的所在，要超过100公尺，滴滴滴的台湾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拢总甲咱研究啊真清楚啊。我即马甲结论，甲大家分享，互你知影讲，这个台湾今仔日稳定伫个哦，你无多想象的这个地方。啊，而且啊，那咱人类啊，变哪来？哦，咱人类就是。对嘛，做创运动，甲咱台湾吼，退倒起来，退倒起来，哦，不管菲律宾海板块、欧亚陆板块，伊就是安尼，一个那汉字吼，所以汉字啊名，哦啊，这个，哇，即马台湾是啥？诶，啊，这个陆地对巴丹岛、巴丹岛菲律宾这边会散布过来遮呢，台湾海峡无水呢，哦，原来去拄着冰河时期，咱世界有四大冰河。古萨、明德、里斯、欧姆，最后这个欧姆冰河期离今仔日差不多10万年。10万年这个概念，你嘛无多想象啦。因为咱讲骄傲咧打啦，打讲哦，我咧文化是哦，埃及有6000-7000年啦，啊什么中国有5000年啦，迄10万年啊离种咧。伫这个中间，冰河若来，南北极结冰，水就要降低，变就打去啦。啊，像早期的台湾，啊，甲这南岛会怎样连起来呢？你看这连过来，台湾是怎样连过来、连过来、连过来。所以，上早咱人类的祖先，怎样对人拢死了了哦？因为冰河时期哦，你还记着中国人常咧甲你讲，什么炎黄子孙啊？嘿吼，我一下就甲懂了鬼啊！因为北京猿人，嘿化石有滴对无？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咱读侪拢读过遐啊，遐拢是化石。遐伫过去冰河一来，拢死了了。
啊，即摆人对落来，干呐？冰河的时阵，太阳直晒，太阳直接晒在迄个非洲奥密码迄个总统奥巴马，伊甲因隔壁号称伊索比亚，哦，伊索比亚伫圣经内底有讲伊索比亚诶太监的故事吼，迄、个所在是全世界哦，唯一太阳直接斜，所以大家拢冰河冷死的时阵。什么山顶洞人、北京人拢死啊，澳洲的尼安德塔人嘛拢死了了。这群的人也留着，因为国家安怎冷吼，人因遐本来赤道对，嘛是一部分讲死入死啊，哦，就变安尼啊。所以挖来这种是露西阿妈，足好记，露西阿妈，这个族群变作你我共同祖先，咱今仔祖先都是伫个这个时阵。分作两支，一支行南支，一支行北支。北支吼，就是经过欧洲，啊去到阿拉斯加、阿拉斯加、Eskimos 爱斯基摩人，有无？去到北美，美国甲加拿大叫做印第安人。去到南美洲、中南美洲叫做玛雅人，佮分四大族群，这真复杂，咱卖讲。结论互恁知。过来，咱南极是经过马达加斯加、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巴丹岛，入来到台湾，就是安尼散步入来啊，散步入来，这些人当然上早爱来抢啊，上早来抢伫台湾，上早迄、那个遗迹今仔日已经挖出来，台大地质学系、人类学系两个系的教授协同来甲做碳十四同位素。上早伫倒位啊？台湾倒位啊？有关住民上了，又看卖啊？台东长滨文化，长滨文化就是有一个八仙洞有无？哦，你也捌去过一下八仙洞，迄、那个所在石棺石府，定义的年代啊，原来四五万年前都有人来遮，因为因知影讲住伫遐太热咧，冰河过是伤热，啊人总是。要去找一个较舒适的所在，即哦，一直迁徙。啊，这中间嘛有大小的冰河期哦，咱不是讲十万年了，中间拢总无。哦，所以这中间有断线，有够接，安、啊、尼一直来到台东。啊，有个人嘛，底后边过来，当然抬啊，歹讲你起来就抬到我大只哦啦，经过台湾的边啊，哦，大部分是经过这个花莲边啊遐海吼、哦，因为遐水来。开始冰河就是最高的是会晓固存啦，所以过去所有的原住民，包括任何国家，因会发生的所在，拢讲大水的文化、大水的传说，啊，这一定有的嘛。冰河是尤其迄大水雨，迄毋知变哪来，包括津波、海啸，迄款拢是古早人传来的经验，甲过去的故事。啊，这些人只好行向台北北边，台北有大粪坑文化。大部分文化，伊嘛是用碳十四同位素定年轮，哎、欸，差不多七八千年到万五年啊。啊，伊对面就是十三行文化，十三行文化，你若去参观的时候看到迄、那个哦，伊个留迄个复制的人伫遐有哦，个头上黑啊，迄才一千年啦。铁器文化才一千年，要甲这个万几年要哪比？啊，你来到阮台中，阮台中凊彩挖落去就有惠来遗址，三千五百年。在西屯路遐，挖落去四千几年，比孔丘仲尼、春秋战国较久。啊，你看遐，真侪拢是咱即摆咧起厝的时，挖落去才发现，哎，这袂使挖啊，画起来保留了，因为原住民的遗迹拢伫遮，所以早前都无共款的族群来到咱台湾啊。即摆问题来哦，请问啥物？那以前咱甲原住民讲啥？讲你有做？山地人有无？哎、欸，拢伊住伫山顶对无？早期来台湾，敢要去住山顶？你用理性来甲思考，要来台湾的这些族群，不管吼，伊、哦、对这个马达加斯加、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巴丹岛，大家拢带着伊上好的食物，就是啥物事？就是蚵啊！所以咱听电台讲，哎、欸。啊！恁对中国又输又赢，老蚵啊，错了，老蚵是咱家己，咱家己
啊，那咱汉子啊，汉子啊是鬼啊！荷兰人来管台湾的时，东伊吼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伫印尼的总部，啊，因佫贪心啦吼，当然迄是海贼国。伫十五六世纪时，出来拢总是海贼国。啊，上早经过台湾海峡，发现到台湾，美丽之岛佛罗摩萨，迄就是葡萄牙。啊，葡萄牙伊来，要来遮创啥？伊照历史的记载，遮都无人呢。即个人，伊当初敢若阮厝边尔，你也记哦。阮厝边因无真正人，歹势啦吼。伊讲阮厝边有做烦啊。啊，毋知讲，啊，咱嘛是烦啊起啊呢。伊啥物？荷兰人带来，啥带伊呢？番薯，番呐带来的钱，恁食落会饱呢？恁毋是蚵仔嘞，蚵仔番薯拢会饱。啊，伊带来有番仔血，吃到饱有无？番仔带来血，你看荷兰人目睭落落，头毛金金，迄嘛番仔对哇？咱嘛讲人是番呢，啊，事实咱国较是番，我较难甲你讲。啊，伊搁摕啥？摕番薯仔来，番薯仔毋是番，番摕来咸咸的，哦，足好食。哇，你咧足侪物件，拢总是咱共好迄个名。哦，啊，所以咱是安尼来经过文化的融合。其他亚洲，台南的所在就是荷兰人占上久。哦，像从一个台湾安怡啊，安怡就是找人。你母系社会找人做医生，那起动了吼，伊讲的话，查甫人乖乖乖徛在边仔听咧。同乡时嘛是倒头甲单边两个互相配合吼。啊，迄个时阵叫荷兰人大整顿哦，荷兰人带来是基督教信仰无唔对啦，但是足偏的，那对遮拢总掠去烧哦，甲头甲脚拢有。啊，因主要是要来台湾趁这个。咱台湾的米啦、甲糖啦、吼、上肉啦，啊外销去上海转去日本去赚迄个外汇啦吼，啊但是无服从伊的，你买甲迄罗阿贵一年爱交几领，到头来拢总300,000领，顶，这个记录伫台湾银行诶总行内底诶遐个，我那讲因个历史馆内底拢有记载啦，哦台湾迄一年出口偌济诶糖啦、米啦吼。上路甲迄落啊皮几领几领，啊开始向前导制度啊，导啥物制度？就是法律制度。荷兰人嘛真要修呢，伊来的时迄台船顶头吼有两门大炮，虽然是两门，但是台湾向前都无炮哩，凊彩人拍，凊彩倒啦吼。啊，伊顶头要带法官，啊有一个东印度公司，公司呢，公司会使带法官。做校长兼公职，所以吼、哦，在意啦。你若无听伊话，有法律甲你创。哦，所以台湾头一次去拄着外来的政权，迄时阵嘛得到真大伤害。不过迄时阵嘛学着欧洲的文明。400年前哦，咱就已经得到欧洲的文明。遐阵日本也未，日本是到150年前明治维新才学着欧洲的文明，所以应该讲来比咱较慢啦。但是伊后来全部西化，好，迄够紧啦，紧甲去，啊，这武力也强起，再贪心要拍，哦，咱这东南亚的这战争，啊，创到尾啊，家己已经无兵无枪支无啥，敢若一直山去，较紧嘛向向投降吼。啊好，啊，这个荷兰人来到台湾，啊，咱甲伊共存，啊，共存的中间嘛会通婚啦，哦，所以通婚了。歹势哦，今仔日你若在做，你若发现讲你的头毛是卷的、卷毛的吼，你有荷兰的尊长的遗传，哎，荷兰人吼卖甲咱同乡，遐久的中间哪有可能卖嘛？吼，啊，搁你的目睭会较大蕊个，目睭毛较翘的吼，啊，皮肤较白的吼，这拢总有混血，混血这个英语是 hybrid， 我伫医学上讲啊，你叫混血声足好听。拍摄真正混血，你甲查字典叫做杂种，所以咱拢杂种啊，你知影无？刚才有一个人镜头讲，伊是纯种的中国人，你捌听过无？听到遐吼唱讲，你回来啦！讲伊就是纯种的，纯种的，对，变作伊的遗传基因吼，无多元，伊就安怎？近亲结婚，所以近亲挑伊。啊，翘无去，变做安尼，有像讲白质症啊吼，啊一寡脚脚上较白带，所以上帝创造人，就是要让咱人对巴别塔开始吼，拍散了，恁的
无共款的语言，虽然这是犯罪的结果，咱人都一定贪心嘛。但是了，这人就是，卖阁找转来，因中心的迄款信用呢？你看连埃及七千年的木乃伊，伊嘛是知影讲啊，木乃伊要创啥，就是要把迄尸体保留嘛。叫做医生，或者医士，因为医生要怎医予人，等会受困难啦。拢嘛，敢那医死人，死人就是木乃伊保留的。讲有一天灵魂要阁倒转来，迄款的思想就是对遮才开始。所以，所有的医生是认真来研究啊。咱今日甲看遐木乃伊吼，分析起来，内底就是海洋嘛，啊个砒霜的成分，砒霜嘛，啊只裹落去，啊迄款亚麻仁布甲包起来，啊当然内脏啦、肝心脾肺肾迄款会烂，爱摕去另外缝啊、底缝，啊即款嘞都是木乃伊。啊！你若想看，肝心脾肾拢摕掉，头髓上紧烂，上早点，伊嘛要对鼻啊吼，啊，目睭有困难对无？伊要来去甲抽掉。你知影，我咧开药，咧耳鼻科的开刀吼，是甲咱人的人头皮、甲猪头皮同款，对嘴只扭开，锁一下，啊，就扭起来，啊，就看到你两只目睭的空啦。哎，到讲伊内底，甲你红癌的细胞蒸掉，啊，你若是死去的人，要互伊保存尸体，袂使互伊发酵。哦，在里面内底应该，跳出那么真空杀菌哦，我准吃在度，哎，马上头敲，头头敲呢，啊，变做拢总无内脏啊，请问啦，真正灵魂啊，转来爱食这个肉体，可以搁活，啊，大家拢啊惊死的，哎，是人吼未晓啦，当咱人是真正真无熟悉啦，无想到奈伫教皇年代中古世纪，甲迄哥白尼伽利略发现着，明明就是。地球哩射太阳，啊偏偏才会讲真理的人死刑呢？啊明明有影在看，太阳都动变起来啊，地球没有动啊，啊怎么会有地动说？所以因唔捌这个宇宙经过的奥妙，唔捌啦，完全都唔捌吼。啊，咱看到这個，既然有机会移民来到台湾啊，大家相唱哦，唱是唱哦，你也知影，这条路吼。这条线吼是林玛丽教授用一世人画出来，对南岛的所在，这叫做迄个南国印尼的所在吼，迄个所在人经过路桥哦安行，路桥意思就是讲起敢那桥，唔是来是陆地水洲搭嘛，边个是水洲搭？啊，你也知十万年来这有来来去去哦，啊，迄个感觉登去，啊，你又搁袂使去。啊，各有爱着，一定要走去气候上好的所在。请问，台湾的气候好，还是北韩的气候好？绝对台湾，四季拢有啦，看你哪找。日本已经好一丝啦，但是嘛是还佫比台湾较冷，对无？你去北海道你看卖，啊，台湾哦，你啊，日头要去山顶冷，你会使去去玉山，冷温感会使进来，对无？咱要去冷死嘞，吼、哦！啊，要变成四季拢乡村，吼！你去永远村的所在，我常去遐呢，去遐会使潜泳，你知影无？藏落去，吼、哦！迄个叫做啊海绵吼，你讲叫做海绵啦，礁吼，足水个啦，鱼啊都爱甲你拍照吼。啊，你若去番所在，讲后冬天、后热天拢总有，都看到台湾。台湾凊彩讲有一百个以上世界第一的风景哦，所以希望大家退休了，各位拢去啦，吼、哦，各位去你就知影讲，吼、哦，足丰富的啦。啊，咱看到这些人散步来遮，啊，林玛丽教授吼，伊真出名啦，因为伊伫个30年前，我遐阵做基督教全国的医学协会理事长，啊，伫华莲，伫遐我用这个台湾的迄面的故事。啊！伊甲伊个新的先生，啥叫做新的先生？进前迄个心脏移植迄个啊，朱树勋有无？你有知咱十个人都是安尼啊？犯了成龙说的，男人都会犯的错，啊，就是要叫这个假查某 fire 掉，真正 fire 掉哦 ，fire 掉了，甲伊告囡仔去美国安尼告，告甲吵甲着气啊，气落过气啊，但是。包括病情拢总医好，迄个伊娶这个新的，伊这個新的先生吼，郭惠二教授，
吼，以前是伫个彰化师院，彰化即嘛叫做彰化教育大学教册化学老师，化学个教授化学呢，伊甲医疗相关个本来拢有，伊完全是一个用化学个方法去非洲发现黄豆变啊。保存阿妈，互因遮人上基本的蛋白质有法度食，得到李登辉总统的颁发医疗奖，台湾医疗奖哦，嘿，不是医生就摕到的，啊，伊细汉时吼，伫拄啊，比如说张公英牧师娘吼来，哦，我三四十年，拢无看到吼，啊好，伫恁的河边教会啊，像做一个桂妈西牧师，台湾。哥伦比亚大学头一个 PhD 吼、哦，伊个后生就是郭惠儿，啊郭惠儿伊伫遐咧输钱，你妈咧教授，伊学音乐呢，那是金童玉女，所以唔才骗出公公嫁到大大这个朱树勋，因为这太好命咧嘛，嫁了出来讲哇，那会安呢？啊，遐阵哦，郭惠儿咧叫，唔敢叫，只好胆敢去叫，但是到到尾啊。两个拢六十几岁才结婚，哇，这 wonderful 你知道？啊，向总以前带这个国会来到华联，啊，我就讲这台湾的血脉，啊，叫我听着，听了，哎，啊，这袂使干那用你讲的，爱用证明啊，迄、那个证明就是爱用血来底 DNA。妈，伊有说你妈哩遗书，伊代代退休了，伫个马街病院来底乞苦做主任。你也知影，长老教会早期就入去深山拿来。我伫长老教医学协会吼，对阮的遐老师，就是迄号做以前中区的院长吼，啊，加迄号做台北医学院院长陈安军、陈安军医师吼，因遮的先辈甲阮带出来，四五十年前啊，搁做医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带阮深山落来，所以马街病院有上侪的血液。先破，爱想一个作一个作去分析，掠，哇！你咧咧，才知影讲，原来咱是安怎来啦？才知影讲安怎来，咱就是移民来到台湾的。我拄仔讲过，哪有人一下要走去山顶做山地啊？山地人就好，改成山地啊。客人就好，改客人啊，欺负人嘛。啊，但是咱就是安，人就是安尼。啊，向村来到台湾的。我刚来记者咧，你就知影。咱即马嘉义吼，隔壁名嘉义，迄个山叫做阿里山对无？顶头姐妹湖边啊，一个达班乡，因个原住民叫做周族。周族因个博物馆内底是藏啥呢？藏海标。哎、欸，啊是山顶人摕海标要创啥？啊，就对山顶甲写一篇寻意飞弹导航。你去到台湾海钓，插一只海鸥，大家拢会讲很俗，跟起山顶食，无可能。大家来到台湾，这族群一定是吼好的所在，就是唱，一定是海边。唱来这个海边，咱带蚵仔来，食无问题。插落去就鱼啊，啊，就蛋白质就有啊。讲大家讲，哇，你这咱台湾这好的所在，迄山内底凊彩入去。有鸟蛙，有蚂蚁，有山鸡，有啥物货？啊，都有这款嘞。所以大家做笨蛋，你知影？迄哩野种子吼，咱稻啊收割是讲，啊，都生偌济，咱出偌济起来食。啊，若无害吼，带遐给主人生活。啊，要用怎个用？系啊，东印度公司荷兰人来对计划经济。荷兰人来的时，因家己袂晓种植，但是知影讲，哦，台湾这个所在。哎呀，安尼好，对福州厦门引进这华人，我绝对不爱讲中国人，因为因绝对不是中国人嘛。迄嘛南岛来的呢，伊是袂晓行，去行就行到陆路。啊，咱会晓行海路，偌好嘞，蛋白质丰富。啊，建头遐跨过丝路，啊，高山安尼，足偏僻的，所以去到逐位所在，逐拢拼生拼死，哈拉吉赛，你知道？心肝足会闹钟专门，所以无共款啊！台湾毋是台湾，四面拢海，吼，大家都足浪漫的呢。哦，所以你常常去看到咱浪漫的结果，就是混血儿，十千人。啊，这十千人不一样哦，母系社会的台湾，
上伟大就是你要看，谁人阿扁要甲台北介绍路、介要求迄条路、介做凯达格兰。凯达格兰这个族群边后，巴塞、托洛比亚、古伦四个族群，伫基兰有噶巴兰、噶马兰，伫大都清水有道卡斯、多卡斯，伫咱台中丰原大城号做巴寨族巴镇，哦，啊大都清水号做帕普拉。啊，咱伫中华，从猫屋厝、把木葬、家己、好野、台南、西来亚、高雄、马卡多，去甲印度，我说狗狗，迄狗狗是阴人，是只狗啦嘿。我爱飞过大武山、百万、台湾的去甲遐。啊，卑南是台湾上早的族群。讲到台湾，你莫说，咱迄天去听到台湾族的演唱，吼、哦，你敢若唱出来吼，足侪人，啊，就是七八岁。我想讲，世界有什么维也纳合唱团，我有看过了解，但是无像台湾族这个囡仔，你唱歌，阿、啊、咩钢琴啦，上加一音啦，我去人租迄台钢琴，8000块，我讲电一音尔，啊，唱出来音哇千人上，你干净的声音，因为这团就是小音，就一点的迄团，你知道吗？就这是给他唱。哦，伊咱咱在放拢三米竹藤吼，来咯，无共款的调就搁走出来，足水的台湾的国歌，无嘛至少那条歌才是不是我的做啦吼、哦，真正台湾那条歌是世界编曲哦，不是歹歌啦，是歹人去人使用，所以咱足讨厌吼。啊，小英会晓叫这团来，因为这团我尾也看伊的 program 内底写，六个世界冠军，去到梵蒂冈。去甲维也纳当中去比赛，六个世界冠军，教宗跟前来表演的。你看卖啊，咱即摆是干一个副总统，陈建仁有法度叫教宗安尼个白沙之父欢喜甲尾嘴翘翘翘。因是伫教宗头前表演的，你知影？啊，佮因的指挥两个嘛拢摕着指挥的奖，拢总八个奖，世界冠军。啊，其他讲袂了。所以这场即摆赵医师本来是中华路啊。迄、那个以前鲁迅、张老师迄个年代吼，我就伫遐做因的家庭医师，一直到即嘛，王武超老师。啊，师傅嘛，大家不过你可能有人咧传啊，王武超老师，昨日去迄个中基吼，啊，因为即嘛扫描就简单嘞，扫落去，哎、欸，6-4切啊，肺癌，肺癌，啊，只啊伫中基微创手术开刀开了，开刀开了，啊，因来等你中号路呢。迄天礼拜，迄天迄下昼2:28，2:28，即个张医师的照已经刷起伫大众公园，世界上大个礼拜堂，你毋捌看过啊？真个，大众公园内底有一个公益行动教会，迄、那个教会就是高素明牧师伫7年半前2:28迄天对台北的2:28公园，迄个教会吼，比如说台北的公益行动教会，刷来大众设立的，王国聪牧师向时拄啊做议长。哦，啊，王武超老师去到江都，拢无人讲爱夹雨伞，因为我开放的所在嘛，要经过的人，原住民两礼拜无出来一届，哦，我伫遐听到甲因同款的献歌，虽然因相信的是伊斯兰教，足虔诚哦，一天五届，向麦基家安尼跪落去拜呢，迄一只厝内底阿嬷伫遐吐念，爱囡仔吃，伊嘛袂记的，干脆咧拜，因足虔诚，但是因的五世五经照常读，读甲安尼吼。当然我实在是感觉讲，因吼若相信迄套，敢若有迄款法律作业的，无进来，无进来。哇！啊，这我大爱人去 ISIS， 就是安尼台面美国的迄大佬，毋知叫啥。啊，这吼爱希望上帝怜悯，然后去互伊改变。啊，我讲的就是讲，像这个人甲咱融合，即摆吼住伫台湾的，因未比原住民较少，甲咱服侍。哦啊，迄有说这。无共款的族群来到遮，甲咱的时代吼，伫咧服侍，讲真的嘛是真感谢啦吼。啊好，咱知影讲，早前因过去原住民来到台湾的时，因伫这个不管是倒一位啊，像讲咱拄仔讲的迄款捕鱼文化，所以因纪念因的祖先伫这个姐妹湖边仔的大芳乡的博物馆藏的是安尼。啊，其他拢同款，但是因生拖的子孙嘞，遐有阵拢伫海边哦，大家拢无人要去山顶哦。生拖的子孙捕鱼，请问你抓鱼的时，敢无
来就提起来讲，今仔气象报告怎样怎样，拢无啊，发一声，风台来啊，落大雨啊，冲者冲去到东家王国、诺鲁共和国、巴布亚纽几内亚、纽西兰，还有今天纽西兰遐、遐吼做，哇，全部拢安作用的，还作练的遐，毛利人啊，来到台湾，有一届坐伫迄个做阿扁做总统，李秀兰副总统，毛利人。因坐伫边啊，啊，佫有一届是迄个伯琉共和国的总统吼，嘛坐伫遐。啊，李秀莲唔相信啊，讲奇怪，我嘛哈佛大学的，啊，啥因讲的话我听无，他听不懂，他只好叫谁呢？原住民委员会的主委坐在那边。结果原住民委员会甲迄个毛利人啊，甲伯琉总统两个讲，直直讲话啦。啊，李秀莲伫甲偷听。听无都听无，我也想动不了。我请问这个主委，你们刚才是用什么话在讲？我们在用我们的母语在讲啊。哦，原来母语拢会通，你知道无？所以这些人就是对台湾洪太去拍去外国，外岛会咱的囝子孙。我咧讲哦，这句话你爱记哦。今仔日美国、澳大利亚这些教授已经伫最近这三十年来底肯定台湾。就是这些南岛乌鱼的发源地，咱伫移民一直过来，活了四五万年好啦。这些人拍鱼、拍蚊，咱有时拢讲拍蚊着，但是上帝要甲咱带，毋知啥物带，结果带去伫南岛的所在，甲咱野花，嘛是台湾的间谍啊。后来伊再拍倒来，因为啥？与天争地，因为航海工具也较用，伊若无用吼，袂活。即马伯琉出问题啊！迄海水就是淹起来，你知道嗎？伊向银行局讨讲，紧的哦，我过十年吼，大家拢暗去啊，拢无去啊，你爱去搞找一个所在啊。我实在甲讲，有你来遮啦，夹袂，哦，夹袂，甲我讲，我说保留台湾国货，我蛮好咧。哎，你韩国来，你本来就有啊咧。哦，啊，这人因后来航海工具开用起，拍转来也无国，差不多三千至五千年中间啦吼。大家真奇怪，这文化发展当中有一个时顺啊。迄时间带拢差不多，迄时伊来用起来，拍转来伊嘛毋知影讲迄过去是因的祖先，哦是拍到伊只好走去山顶。所以咱讲就讲阿美族，你讲伊是山地人，你们有没有住过山上？没有嘛，住海边叫海边人。啊，如果是住在兰屿、兰苏，那叫海中人呢。啊，即摆你讲讲山地人，靠！啊，即摆佫有讲迄款，即平地三包，高山三包什么，反正胡说八道，那个叫原住民呐、啊。原来就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很诚实的，像美国跟那个加拿大哈、哦，还原住民自治权。人已经会晓啊，因为原住民，譬如讲，那也我说安欢呐吼，我说印第安人，哦，原来这就是噶，这个我说是航海家吼、哦，航海家哥伦布，哦，伊个麦哲伦家拢是看到迄、那个。我诶，叫做《东游记》啦，哦，去中国捌做过官，迄意大利诶人，马可波罗《东游记》内底写诶讲，哦，迄地球吼，伊安尼应该是圆诶哦，会使去，爱着思想哦，啊好，地球圆，安尼我向西班牙女王来请钱，哦，贷款互伊，啊，我将来人去发现着，哦，伊有啥物想是讲，去到一个所在就是经过印度啦、印度啊吼。啊，然后去到伫中国遐，所以以前船的顶头袂使有十个人，嘛袂使有囡仔，因为地方嘛，咱地是方的，行到一个地方，咚，会跳伊咧。哦，啊，但是啦，真正是硬，像马可波罗东游记迄种，那是硬的，咱来试看。啊，所以唔敢带其他因冒险，无怕什么，去到一个所在，咱就是加勒比海迄个所在，唔是美国本土吼。看到遐人，哦，印第亚搞，只要讲遐人就是印第安人。那印第安是安尼来的吼。然后，所以北美也告诉啊，东南美洲个南，啊，中南美洲个南美洲本来是西班牙上强，西班牙现在来讲西班牙女王贷款，因为上强嘛。我那哥伦布应该伊是 Netherlands， 应该是属于荷兰的吼，但是对遮在发展，哎，到死哦，到哥伦布死一样，才发现所在是伫今仔日美洲。完全伊拢想要伊去甲印度啊，尔，但是像什么无迄空间的概念啦吼，那么完了。啊，咱看这个人，
出来去甲凯达格兰，这个语言嘛留下迄个名称。凯达格兰是啥？就是原住民来到遐人嘛，人的名。岛屿，岛屿是人，就是咱咧讲迄个地海中海中人吼，南苏啊，伊描述岛屿，岛屿的人啊，岛屿原住民啊拢是安。哎，对，牧师请问一下，你们说眼睛是不是叫马达？对嘛？马达马刀马刀就是安尼来，你知影无？真的啦，你刚食马刀，伊我才食了，迄个马达啊，来我遮实习的医学生哦。那只要是人都来，不管菲律宾啊，不管印尼，我来，你告诉我眼睛说马达，啊，这马达，这马刀，都是安尼正确。我咧讲，这我考证过啦，所以语言就是对下来，咱讲，咱上紧的就是白毛草，因为这白毛拍起白白草高，都阿生活，甲因的祖先赶去山顶，安尼知？赶去山顶，所以这人的语言，足侪人拢爱可以通啦。啊，开台个人就是。你看，我记得，其他个人，其他个人，其他个人，家人，家人就是来，对基隆河几排，真的啦，基隆河几排，阿你啊，黑咪咪教授，伊个故乡是伫个台江呢，啊，我拄好讲道卡斯哦，道卡斯，台江就是来，这绝对有考证过啦吼，所以满岛嘛是来，哎呦，啊，这物件拢是咱血缘内底的性命，以前无人甲咱讲，因为马里教授带这个新的先生，我头先看到。哦，原来啊，伊就是桂妈西牧师的后生。啊，电影捌做过桂妈西的故事哦，伊叫做关妈西路哦，改一个名。咱的迄个电视内底连续剧内底哦，迄内底啊，所以伫只一对老阿仔某哦，啊相识相助哦，到今日还阁足水啊。哦啊，当然啦，要紧是咱知影讲，即个人平平地超高的生活啊。汉文化就侵入啊，汉文化强，你知道？所以咱讲讲啊，咱是汉人，错了，咱不是汉人，咱是平埔族。南岛语是 Australasia 的系统，行两路的，就是行到包括满洲都一样啦，乌人，长江以南的乌人，台底乌人人有满洲，仲属于赵少康，还佫是冷水坑的行政院长。冷水坑有做啥物啊？我伫咧准备车证，叫计价去表迄个，也要写修缮，估计要修缮一间呐。哦，啊个毛泽东拢乌人人，请问这五个人就好无？你看伊个面相，你有法度知讲伊是乌人无？看袂出來，因为啥拢无共款嘛。啊，这乌人人到较老的时，你注意看，包括马英九的妈妈，伊较老伫过往进前迄个形，原住民的面拢走出来有无？哦，你去到咱台湾任何一个族群，特别是泰雅族、台雅，迄、那个形拢都走出来啦。所以咱拢是白白对迄、那个吼两百万年前开始有人类，向前人类，我嘛爱甲大家真严肃个讲，因为目中人，常常拢看圣经，拢敢若看迄圣经个史观，拢一定是人类我超过六千年前，亚当夏娃叫上面本的迄土才变做人类。拜托，遐是外口已经有人啊呢。哦，哎，足侪故事你也知讲，迄是一个预言的神话，要让较侪人知，所以讲上帝创造人的意义是甲遐人可以活命，并不是只土肉肉。因为一个牧师吼，有一天要礼拜啊，十点要礼拜，九点四十五分特别伫楼卡，我提出你甲我确认，到底查某人甲查甫人的肋骨是不是查甫减一斤？哇、哦，啊，这真正好，我牧师。两个拢同款呐，啊！圣经就写讲用白骨提起做一个查某人，好不好啊？哦，不是，那是譬如的神学啦，吼、哦。哦，啊，我讲这就要予你知讲，两百万年前，咱也阁甲迄个黑猩猩或者秦潘子共祖先。啊，什么因果怎分开？染色体咱人四十六粒，黑猩猩四十八粒。伊加咱两粒，但是无比咱较巧，伊无咱人的反抗性，可惜开教授。在台中设立台湾文化学院，我做董事长，聘请台湾所有的这台语的教授，包括咱前国务部长麦克吼蔡英文啦吼，这台湾头一间真理大学的台语系，就是阮教出来研究生哦，转去真理大学设立台湾第一间台语系，尾啊台大啦、嘉义啦、新台啦、中山啦、啊，中山有迄台语的医学，迄种专门的研究的台语的话。
学生愈来愈少呢。讲台语即马煞毋是显学，你知影？讲最后一年啊，毕业了讲甲 close 啊，哎呦，听着遐么好呢，无彩啦。啊，但是要说阮栽培出来人，伫台湾今仔日，各所在拢用台语去教书有法度。你看蔡明贤张老即马伫台中科技大学，伊教书一半拢会讲台语，伊毋敢互遐侨生听无啦吼。啊，但是嘛都爱插内底。啊，来我伊学生的时阵，我一定要问台语。用台语讲，无你甲阿嬷咧讲话，阿嬷都袂晓话语，啊你是要甲伊讲啥？哦，所以因会讲，哎呦，真正，哎，教材，我有伫学校内底专门开台语医学的课，可以通我真正去了解。所以咱台湾是够水啦，迄款融合起来的文化，到今仔日真多拢总伫咱的迄个内底。啊，这迄个讲法白就是安怎？有沟通，要安怎沟通？就是荷兰人。带来这汉文化的人，因感觉互咱招。你像是台湾的白埔族吼，因我拄仔念的拢是白埔族，九族文化说起码十六族吼，那我不谈，那个已经太久了。起码有你生活较强的，先学属于这个白埔的，啊白埔的吼，你有啥呀？早人地位上大，你知道？母系社会啊，所以来台湾讨谈的这厦门福州的人，只好互咱招，你知道？伊再三能等你。无两年到啊，一定要等你。啊，你也互招，足见效对无？招袂着，但是共款啊。啊，将来会使汉文化人较巧呢。我定下讲无讲汉人对，因为这人真正讲啊，咱是属于马来种，咱的种族纲目介属种哦，迄人类学分类，伊的种属于马来种，咱属于迄款何是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你内底故事你捌听过无？你有做啥物种诶？越南越王的越啦，所以咱百越族啦。百越族行陆路诶，走去到长江以南，遐侪块族群，尾啊，甲老拢甲咱同款。迄、那个形，原住民诶形拢走出来，所以我互恁看到马英九诶妈妈，甲伊诶大姐马英兰有无？咧做门神迄个，哦，爱去甲作弊考试，啊，结果考无着，煞无做。啊，科技面上很多罪，咱到时那边是切切走脚，切家咧吼，出得大条毒。但是你要看伊老来，嘿，形状造出，阿麦伊即马愈来愈有啊，目睭关注面的形造出。我不是讲关注面无好啦，是迄个形可以走入去，伊属于白月的后裔。吼、哦，白月后裔本来到台湾咧，哇，不共款，因通婚多，得到不共款的基因，啊，愈巧，啊，愈水，好水家咧啊。林茂利教授在迄个年代捌做过原住民的血研吼，97%纯正，剩咧3%在头只，在去外口，啊再混血，啊即摆毋是啊，吼吼，即摆是安尼，一般乡下来平地混血啊，哦以前是咱有介绍呢，介石甲原住民甲平地拢分开，哦所以台湾你安怎都挡袂牢，啊咱是爱愈通婚愈好，愈通婚你会甲。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迄、那个生物原则牢软。所以过去200年前，那个黑猩猩分开，分开了黑猩猩，因袂晓挑战，因伊爱顾小爷归基园。黑猩猩嘛，父权主义哦，大迄、那个狗王哦，我看到伊迄、那个细野猫哦，看到一个人安尼，甲烟头行过，目睭甩一下，看到压起来很怕，嘎。好高雄，你知道？所以大家拢唔敢走出迄势力范围。但是总是有一两只讲，靠，我走去，走去了安怎？以前用四脚咧行路，怎要走较紧，然变成两脚，你知道？啊，手才会使用高工具，啊，才发明迄个进步吼，啊，愈来愈变浅，啊，这就是进步。所以我唔捌看到黑猩猩经过200万年，因啊会晓只拔一个条啊，统一来开他个人大道。无啊，但咱人哦，不管哪都会晓去统一。因为咱有挑战权威，咱唔惊死。你遐说你若走出去，无迄规矩，互你好大可怜的死。但是咱好胆哦，所以柯世凯教授伫我台湾学院内底，伊做院长啊。伊甲连战两个同班同学，你知影？高中的时，两个体面小仔去连战引导。柯世凯教授因爸爸伫台中做法官，地位嘛真高。啊，连战因老爸当时做内政部长，甲因连战的。早嫁吼，两回三回都登记成佃农，啊，还产地信义区遐产地拢买遐，
哦，都是叫伊拉即马拢好严啊，要求好严，一块拢好严。啊，当然要说，认真，在考试个教授去领导时，我大家嘛拢以礼相待，呆呆正点一个同班。毕业了，认真去芝加哥摕到 PhD 正点学博士，考试个教授去到日本摕到日本的正点学博士。考试到教授的论文是台湾独立，对迄、那个。琉球事件开始攻击台湾关的话，啊，等到伊真正摕到博士伫日本咧教书时，伊写台湾宪法草案，叫台南用台湾来台湾安那发表，迄年代发表一定是，所以台南用要去进行讲，我是台湾人，我主张台湾独立，无偌久，伊扛起两桶汽油，两支赖弹。因为他一支点袂起來，一号一支，叶主任知影，我懂，我当然的。当然啦，最后迄届有廿几年，因阁有组织，伤嘛翕好啊，啊，才无偌久尔，啪，一下就死啊。但是对伊开始，甲柯世凯教授迄、那个提来，啊，柯世凯教授伫啊日本做教授的时，33年后面都无落转来，原因就是认真要甲了，因为认真要做行政院长。伊发言，甲这个台独的分子掠到，遐种台独就是共产党，你知影无、哦？我听着足欢喜，哦，共产党嘛主张台独呢，无影、啊，因为利用是凊彩在转的。啊，可是到时候遐种公文去到遐，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的阿公，首相看到这八戒阿公，那会使甲遮好的人，这我。博士班同班同学呢，怕谁啊？可是一个教授无印度，我想说哪样做台湾日本抓到的，通迄款卖粉、卖迄款鸦片吼，诶，输粉迄款足严重的，诶，烟毒贩，一开交换咧，倒来伊就变变啊，就变变咧，遐是绝对无错的。所以早前有只台湾勇敢啦，啊，这人是反骨啦，反骨，因会使伫台湾。足侪拢会使伫台湾得到真好的国民党的支援，我袂甲你骗。凊彩你讲，你去加入国民党，你去听伊话做小组长创啥吼？我就知即阵人咧创啥。我台北人咧，我你看我即个台中，事实我毋是。我伫台北安东街出世，我的老爸向顺是伫台湾银行的总行做甲向顺科长，伊的实习生啊，就是三高路毕业。三高路就是即摆北二年中山女高。日本时代，台湾人才会使读二路，啊，北一路敢若日本人会使读，所以亮从北二路、三高路毕业的，一个叫做曾文慧小姐，来到台湾毕业，找人上好的，找囡仔，就是做哦行员，啊，甲做家庭主妇，哦，遐裁缝、烹饪啊啥，啊，伊伫遐毕业了，就来伫阮爸爸迄块，啊，阮爸爸教安那商业布置啦，吼、哦，安那，哦，啊，后来三七五减租，工地放领。跟着有七点农业政策，公务人员无法度选择，然后对台湾银行调去土地银行，就是即马228公园边仔呀，228公园，啊伫遐，要从拢爱值班，要从上班六天，第七天礼拜日一定爱轮流。啊，阮爸去值班的时阵，徐远东这个部下就来陪他，啊，阮爸带只大囝，我大囝，足欢喜就紧带遐。啊，听讲啦，徐彦东，我甲我抱起来，我先甲摔跤落。啊，这嘛是歹势，迄时来台中，伊拢看病吼，到阵拍高尔夫去到公园，啊是有方球场有了受伤吼，到阵足了歹嘞，会使骨头车警察开路，啊，变来个病。我讲徐伯伯，你唔好安尼来，遐有癫痫病，住遐就好啊，什么一定爱来，伊就一定爱来个遮。我不怕生意，后来去参加 G7 的开会吼，等下台湾是伫桃园鹿角冰糖，伊甲伊太太身手异处，无是李登辉上海一个爱将，中央银行总裁应该，要是伊就是总裁，唔是即马是捧的啦吼，后来捧卖因落台啊，过去的故事，啊伫迄个年代，我伫台北徛起，啊我的阿公，伊的亲家就是我的外公，伊是大稻埕教会。张科范牧师迄年代上老的长老，哦，啊，遐阵因大庭啊教会的迄、那个，哦，比如讲结婚式啦、葬式的，拢总我外公去写，哦，啊，等到伊过往了，我老爸身体袂使，
所以拼来台中，因为台中气候好，啊，搁伫遐上严重个政治压力，伊就爱叫伊签字，贷款拢叫做信用贷款，现在使你来抵押过来抵押嘛，啊，讲袂起伊就歹签，啊，会得罪着人，所以一世人拢无家己过唔通，一世人哦，包括我家己嘛是同款，迄做婚姻啦，从啥，今日要叫我嫁我算算到即嘛，拢总无家己，比阿扁人较好，但阿扁人无家己。我讲说就是讲，咱爱清楚啦，三是对，三是唔对，因为咱有反抗的精神。你若叫摸头，你顶多有法度得到足侪利的。我无骗你，像做兵的时，你若家己不能动，礼拜啦。后来是周休日，但周休一日，礼拜天你就可以不用做。啊，若无家己，我还做做内务啊，替人变少咧。哦，我足侪利的拢伫遐，迄唔对啦吼。啊，咱就是有这个反抗的精神，所以伫国外遐的霸派的人啦吼，啊是甲遐台湾乡亲。因就像考试个教授，刚刚做33年黑名单，袂转来，因转来无死。当然后来啦，对过袂好开始，我叫带来消费啊卡吼，冒发一声讲，老台啊，电话发去，大家拢带消费啊卡，国民党都3-5看的，啊，即马做到临时的当市长吼，即上帝有咧利用伊，佫是一个好的张路，你看下啊，上帝用的人，到尾也拢会悄悄。你李时松、李石章、张路吼。礼拜日来到台中公园，啊，阮即摆拢属于即间公益性文教会开放的教会，无围墙啊，所以阮的礼拜形式，拢总互人看会到，大家感觉讲无压力嘛，无你一间足水的中校路中央教会，哎，人敢入面呢，真正讲少人问敢入面，但是台湾遮伊啊凊彩坐落听，要听偌久在哩，啊，有法度伫遮已经30几个来受洗啊吼，所以无简单啦，啊。我拄仔讲，欧姆松牧师伫中期已经做开导了，啊，坐到遐，因为李时周长老因弟弟号做，迄个历史学家，台湾足出名，迄号做李三个教授啊，李晓峰，对李晓峰吼，啊，这个李时周长老就是阮中华路即卖牧师欧姆松伫个 Boston 伫遐行说伫啦，已经教会初创的是，所以迄伊个故事啦吼，伊着到08年。上帝甲伊滴，甲即摆完全拢扣啊！啊，我王崇牧师伫将军已经做微创，迄天干那礼拜一点钟，阁互李时忠会讲袂了，讲袂完2点钟，拢做3点钟。王崇牧师坐到遐，听迄个讲道甲迄个见见证，因为前一工伊还阁伫将军，啊，我都冻啊！我问讲，王叔，啊你就当袂听，伊讲袂了，即摆微创手术足好个呢。哦，阿遐说你目睭敢有金金看会出？佫无啦，目甲我麻醉啦吼。哦，所以真感谢主。哦，伫即个为主来做工的人的身上，上帝要成就伊迄个身价，就是即个敢好胆挑战权威的人，包括长老教会。哦，咱安怎来向前冲撞？安怎亲像平平平教授，迄嘛是基督徒平平平教授吼。即个人拢总是台湾的精英啦。所以问者你来看，台湾对台湾有温的，叫做迄个作者以前是联合国的，伊只即摆走来自由时报做总编吼，伊写对台湾有恩的遐个人的记录，内底包括马街拢总伫内底，啊，伊本身伊嘛来到台中公园，伊遐发表签书会，哦，迄间科学界教授啦，啊，蔡明亨教授拢总伫遐。甲台湾这个记录拢是啊，偏偏到是安那逃走，啊，走去甲斯德哥尔摩，先讲的是电报卡来讲，玛丽生孩子了，好，啊，那无先讲，孩子死掉了，哦，迄就是表示叫咩哩？足恐怖的故事啦，迄过去吼，基本侪内底拢有啦，我正讲袂了，所以要你知影台湾就是安尼，包括咱老来你看有遮侪无共款的文化，即内底有，咱即马讲九族化村、乡村吼，即马有较侪啊，平埔族遮侪。哦，都我拢念了，你哦，你知影就好。即内底你也看卖啊，即内底大龙宝，我系外公，大正庙教会，我是大龙宝，大龙宝，大龙宝就是大龙宝，板桥大村北头八里分，下口就是上山的所在，秀龙暖暖金宝里，也系金山八十人，哦，叫做加油大大家，哦，大墩大溪口。吉利啊！哎，即摆你坐因的车要去甲树林，你莫讲树林嘞，你讲起里岸嘞，迄就是平埔老外因嘛，真多啦，即内底拢嵌伫内底吼，
你作那内湖石潭撇山的所在，求助啦吼，大稻埕的城隍庙一带，加罗边吼，关渡山路啊所在啊，着乡里啦吼，还是瑞里吼，东园国校所在百街啦吼，啊，着板桥所在，啥马萨王社小吉人，你顶位总统伊个故乡的所在，我拄我讲开台个人来着，欢迎做大家家宝，大家人。啊，大客、小客、大汉客，拢即个谐音造出来啦吼。哎、所以咱个台湾凊彩话都遮侪文化，从长篇文化、大部分文化，是不是拢总有啦？即拢白话文字，啊，即文字咱莫看。结论甲大家讲，你讲所谓汉人无，真正汉人是干呐？中原、中原迄阵人，就是轩辕氏，所谓皇帝啦，三皇五帝啊，三皇五帝既然。轩辕氏想强，甲炎帝怕输呀。炎帝就是神龙氏了吼，怕输呀。啊，那你也别讲炎黄子孙，啊，互你怕输，迄人佫放伫皇帝顶头，所以中国人听讲足歹。啊，感觉活累哦，甲伊对着怕输，佫放伫顶头说炎黄子孙，所以莫相信迄组，结果迄个人死了。哦，啊，等到迄个人是叫外来的，现在我说胡人，哦，胡人摕胡瓜来对吧？胡说八道迄种啊，爱徛咧。徛伫马顶头，马咧走，哎、欸，较紧，慢啦，较慢的啦，所以要拍马屁，我马卖紧走，哦，啊，所以遐人，因为你若无签字，过一年以后才会回来啊，哦，啊，所以向前伊讲话拢爱用啊，真长的音，啊，过补落两根水枝，像阿扁啊，你甲叫来，阿扁啊，你讲你的名号是啥？阿扁啊，我叫陈水扁，但是遐人，东北的人讲话陈水扁儿，一定安尼，音较长，啊，伊。迄、那个草原哦，音在等，所以你即马人听遐北京腔讲话安尼，咦怪怪吼，快先去叫我背。咱即马普通话比国较赞吼，当然啦，即个内底就是因为有血统的变化，水的血统出来，所以咱我爱去对中国国转去遐先拜，而且唱一条歌。迄条歌甲棒球有关系哦，你嘛捌听过哦？火车到叽叽桥，五点十分就到棒球。棒球查某啊，水搁笑，转来卖某来互伊招呀，互伊招。你看咱杭州是真快乐。咱的祖先，你唔相信？你去调日本时代，搁进前的户口填本，我一调过啦。这三个过去，咱拢是母系社会，妈妈想大，所以我从咱的跟，比如说汉文化的人吼，汉文化人不是汉人咯，汉人是长江以北吼，因甲迄个叫做。韩国啊，甲北海道遐血统共，啊，咱台湾是甲这南岛较共吼。然后啊，这无啥，因为从来袂通婚。啊，这个歌吼，形成的实际是安怎？真正咱拢红烧，咱的祖先。所以你会记无？你若介绍你的牵手，你会安怎讲？这元宝，元宝，元是多数呢。你知影无？所以翁是公家，宝上大呢。你若翁若外名出来脱掉，你乖乖鼻仔摸呢，行李看来要走哦。所以听某嘴，大富贵，娶一个某，较赢三个七公主，惹行惹好，某则着带我来请查某。困伫你枕头边的枕头公，较赢三界公。我咧讲，世俗人是安尼认定的，所以查某人地位有够高，迄就是母系社会留下来好。啊，查某人过枕头小太爷，无三小路用。真的，所以你看恁囝，甲你共款，看电视卡翘排在哩，迄就是外表的姿势，啊，都无代志做啊，干那过枕头就好啊。听某是我要叫我的爸爸，所以日本时代受训练的，足大男人主义。啊，我阿妈吼，嘛足乖呢，伊拢爱等我食饱哦，阿妈再来食，你知道？伊可惜过往老母即马活二百几岁啊吼。以前阵是大清帝国时，我的外公甲外妈两个拢老头长辈，大清帝国。啊，两个油头上尾啊，石油刀吼，诶，关起大汉的，啊，尾也是啊，哦，两个指腹为婚啦吼，啊，这故事讲来头长，但是互你知影讲，伊迄款环境内底，我伫安乐街出世，我阿公奇怪，奈逐工耳仔我拍伫头仔门，原来，阮兜正面叫调查局局长占领，倒边叫海军总司令占领，迄日本厝哦，伊只穿皮的，遐种是草鞋布鞋，打去头仔门。我哎呦，那呢？榻榻米袂使，一定要烫下伫岩岗玄关吼，才使去。
是完全无共款的教育。后来人偷摕窗仔门，因为窗仔门玻璃吼，迄1949年来遐人毋捌看过。伊讲，哇，迄玻璃足水，讲打窗仔门倒去，阿袂要创啥？哦，我知文化差距足大个啦，大个。细汉时间听落，阮阿公、阮阿伯拢会讲一句话，因为要讲政治，我也敢听。啊，阮阿公耳仔就是咧听讲，28开始要开箱，要搁两箱，安怎？再阿平转，阿平转，阿袂讲，遐都无电话头，外无手机啊咧。哦，所以足恐怖个代志，伫迄中间一直到后来将移民台中，因为台中至少气候好，下久袂好，下久袂好严重。我阿公下久哦，甲阮老爸下久来到台中好一半，一定袂好。我做个医生，我阿舅做代代医生教授，我阿公阿交代，你来做医生救老爸啊，甲你阿兄。啊，叫我做医生，就是来救你阿公甲你老爸啊。啊，我嘛认真家用，即马才有内固醇用喷的下久啊，下久佫足简单嘞，以前毋是呢。我爸爸你阿薪水一半，拢爱摕去买遐美国圣诞，你看卖偌可怜。啊，阮妈妈佫较可怜，伊嘛三高都毕业，伊比郑文辉较慢两三年啊。甲台中个电顺娘基金会个电顺娘学生，因同班因双竹梅吼，因为老师共同老师都是吴伯雄个爸爸，上先啊，迄法官，法官个太太叫做吴阳传弟，毛下面四个迄传吼，吴阳传弟，甲伊烹饪采访，哎、欸，有啥？一个礼拜老师拢无来，啊，大家都嘘嘘嘘，我来值班，迄、那个法官叫名，砰砰，你知影无？哭哦，叫做讲袂了个哭哦。李正元教授，伊个同班同学哦，柯强、许强教授来，代代来去注意哦，叫抓出去，啪啪拢无转来。包括代代文学院院长林茂生教授嘛拢无转来。这些人诶，苦诶故事，互咱台湾人支持那个，咱当然是足自由诶啦，足自由诶。你毋相信？若相拍，家长出来，咱囝子会讲，唔系啦，唔好啦。啊！那中国话还讲话，他妈在那干啥？什么玩意儿？我一般也无讲啊。所以咱欣赏咱的好，咱嘛把咱嘿充分发挥在台湾，继续把这好的道理传给咱的子孙。今天讲到这，谢谢。哦哦、请咱不拜一个掌声来给这位多谢一下。啊！咱期待咱明年大家拢还阁活咧，啊！伊还阁有续集啦，这甲你讲安尼袂好啦，听落会煞怕你啊！我忘记要讲华语啊！啊！真的，我们很希望啊，有机会再请我们的张医师可以继续啊，有这种演讲，不要忘记了。你可以随时请他到各地方去，但是他很忙啊，真的很忙啊。好、哦，那我们也要请我们现在的会长萧牧师来赠送纪念品给啊张医师。好，谢谢。来，啊、因为我们有10分钟的休息，一下子等一下要运动，因为今晚呢、年纪大还要去上一号卡，啊、我们厕所也有限啊，啊、再10分钟，3:20我们准时请蔡牧师来健康操，好，休息。听说，一定的啦，我们都有，我们都从那边来的。欧姆草牧师就是伊学生啦，学生啦，伊就是喜欢在阿哥教的。哎呀，有机会跟你一起。哎呀，穿哎呦，阿你来拢未老下，要死我这个你敢七十个？哦，哎呀，哎呀，
感谢，今晚来会场啊！哦，今晚现场会场安尼真好。感谢，这个本质太关心支持。啊，有闲啊，人拢有闲。哎。哎，喜欢中午，我中午聚会啊！哎，喜欢喜欢中午聚会啊！哎，中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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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